欸，所以现在最强的流派是什么？就是正常像刚刚那样吗？有射手，有控场，有坦克，这种混搭阵，刺客阵不强是不是？因为我之前玩那个手游版的自走棋，我很喜欢玩刺客阵，我都玩刺客阵了。龙兽加龙女，龙兽加龙女，龙兽加龙女。龙兽加龙女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哎，干，这个一开始要抢很快。哪一个好？哪一个好？哪一个好？派克比较好。干你娘！露露怎么说？哎，啊，我什么都没选呢。我的派克被抢啦！我的派克被抢走啦！我的第二选路线也被抢走了，看，看我要的两只都被抢了。露露也很猛，露露很强，露露是辅助吧？变大嘛？其实他这个弹起来也算是 CC 效果，还行。可以看他技能吗？哦，他是随机给吗？还是给最少血的？来一个饭怎么说？咸粥怎么说？还是菲欧拉？咸粥还是菲欧拉？咸粥怎么讲？来，我们组个射手阵。都拿主贵族很强，范加菲欧拉，范也是贵族吗？啊，对，他是贵族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慢慢玩啊，这才第二把而已，没事啊。神圣银剑，好。给那么你，哎，所以一开始输其实也还好哎，因为你一开始输。你在中间选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抢自己要的装备，感觉也是很重要啊。这是不是没有我要的？对啊。我看你看。这个好像没有我要的。不是要比赛了吗？炮娘要吗？炮娘要吗？炮娘要吗？不要，炮娘小炮强，无视无视。要 no 不要，要啦。前面可以空城赚连败，有饭就要拿镜爪。可是为什么炮娘不是游侠？没关系，我不拿，我不拿。这只嘟嘟，干，完了。Here we go！ 哎，维恩射起来，维恩，维恩射起来，维恩，维恩咸粥，这粥好咸呐、啊！射起来变大 ，Here we go！ 咸粥射起来。咸粥，碎啦，碎啦！哇，咸粥进化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两只飞欧拉？嗯，碎哦，
主贵族吗？贵族效果是什么？每次攻击加100物防，并治疗35生命值。每次攻击加100趴物，加100物防。你说他在普攻的时候几乎是无敌的吗？他在打人的，他打人的那一下是无敌的吗？攻速好慢呢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装？巨人腰带。忘记给装啦！先走，先走，跟小炮对开。先走，你不会输吧？你怎么射这么慢？白痴！再一下，呜，好闲呐、啊，这周好闲。两星饭怎么看起来这么烂？差点输哎、欸！做不停你的命令，是不是攻速太慢了、啊？我觉得范的这招不强哎、欸，范的技能我觉得不强，也不需要魔力。命运一直，还有绿霜哎、欸。无敌，刚好挡到了，好帅啊！怎么看起来打不赢啊？他还变美洲豹是怎样啊？太强了吧！啊，算了算了，我排名在下面，我等一下先抢东西啊！你们等一下赶快跟我讲要抢什么、啊，没关系，直接变美洲豹哎、欸！我要抢什么？我要抢什么？跟我讲，龙女对不对？龙女首选，露露第二选，龙女跟露露对不对？拿露露，好，露露 ，OK。我要抢的是装备，不是角色。早说，所以我应该拿反曲弓给我的范的，是不是？算了啦，水滴不是也蛮强的吗？水滴在这游戏不是也蛮强的？哎呦，贵族神射手哦，卢显。哦，他合上去了是不是？神射手，感觉要买炮娘了，炮娘先买着放着好了，我先放着。对啊，我先买着放着好了，我看看是什么。攻击的时候有几率打出额外的伤害，攻击的时候有几率打出额外的伤害。哦，这个段，露露，你这个段很美，你这个段很美，哈哈，露露，碎啦，碎啦，这个段好，这个段好，哎、欸，神射手，海盗，哎、欸，冈普朗克也算是神射手、欸，哎。为什么他的饭有红 buff 啊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他会有红 buff 啊？
贤州，贤州对开，贤州，死了，好险，好险，我有升级，不然就输了。游侠，攻速加倍，干好像要哎、欸。啊、它有效果啊，我想试试看啊，它这个有加攻速的效果啊，25%蛮高的，我那个攻速加到的话差很多欸，坦克后面再补啦，没事啊，前面不需要坦克啊，慢慢来、啊，饭到底强不强、啊、我真的觉得饭看起来好像 很还好。这个给他会变什么？这个这两个东西合起来会变成蜥蜴长老的效果，太奇怪了吧？怎么合的？约德尔人是什么效果？回避哦，回避率提升。买福利熊吗？福利熊应该是坦的吧。好，我买福利熊，我买福利熊，我等等摆。哎、欸，干，他有两星福利熊啊！第三组没放到大，碎碎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慢慢盯着，先盯着。我先看一下我这个阵容要怎么玩啊，先盯着，先盯着。妈，我屌打、啊！你说等一下我把菲欧拉卖了，然后腰带给范是不是？然后再放一只福利熊上去。我应该买波比，然后波比放坦嘛，这样我还可以触发约德尔人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但是我没菲欧拉的话，没有贵族啊，不行啊，我要贵族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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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我想一下，等一下我想一下，先让我想一下，先让我想一下。不知道我的菲欧拉每一场一出来就死了。哎、欸，范你不要死，靠呀 ！Here we go， 完了没断到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的范是不是站位站错了、啊？怎么感觉打起来怪怪的？啊，这是第一名啊，难怪这么难打。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这样子放过来一点，这样好像比较好。洗一只猪出来，你说猪女哦、喔。我先把，可是菲欧拉换下的话，我不就没有贵族了。好，我等下把法洛斯换熊啊，先换个熊。有，我感觉有卡住这个饭，不要让他先去死，好像有差。饭一个打全部吗？维恩，维恩。我要被定住了，给 crew， 不行哎、欸，法洛斯好像也是游侠、欸，他是游侠，
哦，干，这游戏好难玩哦。艾希是什么？哎，要拿锅铲对不对？干，他要抢锅铲吗？进爪后艾希，那都没了怎么办？那我请问一下，都没了怎么办？拿水滴对吧？水滴，他都没了，要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应该拿熊的，我拿熊可以补水滴，又多一个角色。贩卖了换瑞文，贩卖了换瑞文，我养了这么久的咸粥要换掉。我咸粥养了这么久，要我换掉它？雷欧娜，我真的，我也觉得饭好烂，我把饭卖了好了。没关系，我还盯得住啊，我还盯得住啊。干，我这样子效果什么都没了、欸。会啊，还顶得住啊，还在前三呢、啊。哎、欸，阿姆快死了！德莱文斧头接起来，斧头接起来，德莱文，哇、哦！达瑞文，达瑞文，斧头接起来了，伤害出来了。达瑞文，达瑞文，干他没有进爪！哎、欸，干他走位了，斧头掉了一个，干，又走位了，哎、欸，好强！达瑞文好强哦！干他妈到底谁跟我讲周贤宗的？操！到底谁跟我讲周贤宗的？干！干嘞！呀，神射手。对，哎，啊，不管不管，先放先放先放，我也不知道是怎样。干达瑞文，达瑞文 A 起来也太强了吧，加20%技能伤害，好像没有用。干他这个魔力 A 起来也太强了吧。我有需要养我的福利熊吗？还是我这个坦装都给雷欧娜？来不及了。嗯，情况不太对啊。纳尔也要买，给那么呢？达瑞文一打全部，拜托，好像不太行啊。为什么对面的咸粥感觉很猛？瑞文 A 不动啦，他有这个是什么挖沟？
感谢 Zero 21个月，感谢 Zero。哎，雷欧娜，死哥要不要买啊？哎，为什么我的雷欧娜身上也有这个啊？魔棒给瑞文，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死哥大绝啊，我看一下，死哥被断了，好烂，根本发不出大，干你娘，好烂，操！什么鬼啊！干，白痴，干那傻小，傻瑞文。哎，有龙兽哎，龙兽是不是要买啊？真的是好多垃圾哦，我快疯了。不要哈！死哥，这次你可以唱出大了吧？干，三星盖伦完了，三星的。Beautiful，Beautiful， 死哥发出大了，好痒哦！哎、欸，要到我选，要到那个中间选装备了没啊？该让我选一下吧，扛不住了。都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，不要急好不好？我也才玩第二场，你们不要急好不好啊？不要急哦，慢慢来哦。打瑞文，没有人抢打瑞文，这个锅铲是什么效果？我要装备大全连结吗？不用啦，慢慢玩哦、喔。这种游戏慢慢玩就能理解了，不用急啊，你不用担心啦。怎么都是垃圾的感觉啊？啊不行，他不能拿下，他是贵族啊。不是啊，他是贵族，他又不能下去。他下去的话就没有贵族啦。哎呦，哎呦，死哥！哦，有 A 起来了，瑞文，当 A 起来喽，好痛哦！要打，可以，纹身特起来了。纹身特，哎、欸，这个人没损过血，太强了吧！三星盖伦，哦，两个雷欧娜，哇哦，合成，哎、欸，我要起飞了，我真的要起飞了，我觉得我要起飞了，有没有身上有装的？巫女要买啊？啊，算了，先拿着啊。法洛斯可以卖了啊！这个是谁？他这个该不会是三星的魔豆吧？
欸嘿，雷欧娜一控三，德莱文有露露宝，直接打不赢。A 起来，达瑞文 A 起来，有玩到游戏的感觉了。达瑞文一下一个，一下一个，哇，太爽了！可以，感觉这个纳尔其实也可以卖了。欸，有劲爪欸，要不要买啊？有劲爪欸，这个不会用啊。要别买，零买买买买，不要别都买买，全都买。凯能777，熊卖掉上纳尔，我纳尔卖掉了。福利熊等一下换掉是不是？福利熊等一下换掉是不是？好，劲爪跟熊换好，等一下。死哥 ，ban， 可以，干打日文太 OP 了吧？两个坦装欸，都给你，福利熊卖掉。上凯能，哎呦，第二个猪女来，哎，我觉得玩这样随便撸了一下，感觉又还行呢，好像又有一战之力了，好奇怪哦。猪女很控。所以凯能换猪女吗？没关系，我看一下凯能是长什么样啊。凯能可以保达瑞文呢、欸，他是贴着达瑞文打的。可以、欸，我的阵容看起来很猛哎、欸。凯能原地发大，啾啾，达瑞文两下一个噔。好，我等一下把凯能换猪女啊。凯能大好像有点难触发，没关系，我换一下。文森特，等下没打完呢、欸。他可以在我这里面走路哎、欸，他快死了。没有，凯能换猪女。波比、雷欧娜都可以丢，雷欧娜不能丢吧？波比可以啊，雷欧娜不能丢吧？猪女起飞，这个要买对不对？钢普要买对不对？钢普要买对不对？我这个 buff 够打了啦，这个 buff 够打了啦。可以耶，我感觉我变好猛了，我感觉我变超级猛了，因为这个达瑞文升上去之后，我觉得我突然变好猛哦、喔。我的达瑞文升上去之后，我变超猛的。团长很废。哎、欸，有艾希哎，还两个哎、欸，所以钢普不用吗？那我把它用掉。这里有要买的吗？买。斯温啊，我等一下要换斯温吗？哪一只换斯温？十个换斯温，斯温配达瑞文有效果，所以我要哪一只换？路先下，达瑞文，哎、欸。放烟火啦！死哥卖掉换斯温，好。有斯温，抢斯温，
枪声，操你妈的！干什么都没了啦，靠腰哦！你们是在哭哦？这是国产吗？抢国产吗？国产到底是什么效果？我是第二名哦，我以为我很惨呢。我是第二名，国产是什么？一定有什么用处？哈？啊，这个巨型魔棒给达瑞文吗？不是啊，你看我这样随便玩一玩，我也是跟到很后面，我前面这么惨，随便跟一跟也是跟到后面的，而且、我觉得看起来蛮强的、这个阵容。没关系啊，国产我就拿拿看嘛，反正我也没拿过国产，我到时候看可以合什么，没事。艾希合成。艾希，路线去旁边滑。我忘记给装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装备者也为巫师，我获得一个幽咪耶，是干嘛的？哦，达润好痛哦。哦，三星盖伦三刀就死了、这就是达瑞文啊！哈哈，干打一下就要死了，达瑞文他妈一刀一个啊！达瑞文一刀一个，达瑞文一刀一个 ，Oh my god！ 我连第一名都屌打我屌打第一名达瑞文一刀一个 ，Holy shit！ 太神啦，文森特！台服奇迹，凯能有需要合成吗？还是可以把凯能卖了？卖，我再放一个巫师，所以要一只阿里是不是？他们应该都不是巫师吧？达瑞尔也是巫师哦，因为这个装备的关系吗？啊，巫师的能力是什么？技能伤害加35%哦，好。So god， 那我等一下哪一只要换巫师啊？我要把哪一只换巫师啊？你们是不是很讨厌露西恩啊？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歧视露西恩啊？我真的不懂。你们为什么要歧视露西恩？我好不容易合上去了。卖掉你。满装了吗？不能给。世界会逆转，韩国瑜会选上总统，世界上真的有凤凰，川普可交到女朋友 ，NL 智商很高，感谢30块，给爱惜。此人棋玩家，可以啦，我在屌打了，我跟鬼一样哦，这个第一名被我屌虐哦，他打不赢我喽，笑死，真的是臭死人，等下看我怎么虐他啦。
我要刷吗？我要刷什么？艾希哦。我要刷什么？这个、哦。刷巫师。我先看一下我打他怎么样。屌打，打瑞恩太强了，他完全没有屌虐，他打不赢我。哎，不对，这个是最后一名的。哎，我怎么要输了？哎，哎，不对哦。哎，为什么我输了？我输最后一名。哎，我赢第一名啊，输最后一名了。阿狸换掉啊！我阿狸是要换谁？我又没有东西换。贝欧拉下来换雷欧娜。不是啊，我阿狸不是原本就只是为了要它的效果而已吗？好像打不赢他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是哪里出问题了？干是被这个纳尔控的关系吗？奇怪啊，这次看起来打得赢啊！干他好 CC 哦，那这次看起来就赢了，屌打、欸！买冰鸟，可是冰鸟又不是巫师，冰川使者。斯温吗？斯温吗？还是锅铲？哎、欸，我不用锅铲啊！斯温，斯温，哟，抢到你喽！感觉水滴斯温蛮有用的。我等一下换一下。换上去。当兵吧，第一天走掉。我是觉得现在能刷就要刷了啦，都已经快要最后一回合了。现在赶快刷一刷了啦。这个你随便输一回合就要输了欸。Crimando， 哎，达瑞文打阵型战无敌，给达瑞文打阵型战无敌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达瑞文一刀一个，哈哈，阵型战无敌。一刀一个。冰鸟卖掉，冰鸟又卖掉，又叫我买，又叫我卖。给我雷欧娜或斯温，雷欧娜或斯温。不，低头开心出来，低头。哎、欸，要不要买龙兽啊？龙兽进化，
龙兽进化。这只要分散，干，那我不是完了，来不及啦！哦不，达瑞文，再一下，干你啦，我不会死的吧？没死没死，吓死我！我干你啦嘞！吓死我！妈，这！刷不到斯温呐！干，我觉得我不该卖的。算了，应该是赢了。这个轻松虐啊！这个刚刚那个第一名阵容被我 counter 啊，他的摆阵都是摆这种正面战啊，正面战打瑞文无敌啊，真的无敌啊，他打不赢我啊，正面战他一定打不赢我啊，所以还好。吃鸡喽 ，carry， send 1268第一名，呜。好简单哦，这游戏第二场就第一嘞，好简单哦 ，so easy。